你说几句啊什么的。看你能说几句啊。新年好，今天是大年初一，中国的新年，对吧？今年呢是老唐这个走运的年，他叫属这个属狗的人在兔年走运，没错吧？没错。我一点吧，今年你先看我怎么这个啊。这个来一个这个翻天覆地扭转乾坤，我就不信啊！一个好人会不搞会不会打成坏人啊？还有这本事啊？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大家发啊！当然我发财，关键是大家发我才能发，因为大家哪有我？对，对不对？你先发，我是后发，所以这样才能成功。你挣100块，我们挣2块，这样就够了。你挣百个不？先的先，你挣我都不挣，你不干，你懂没有？啊？是不是？这就不。今天早上开门红啊，你知道吧？我一起来，哇，赚这么多，今天就1%就到了手了。这个礼拜不是。第一个礼拜净收入率能达到10%，很厉害啊！现在不是10%了，现在已经6%了。我那个账户已经是10%了。你那个是一个月，这个是一个礼拜，那个没看。一个月10%也太牛了。没打，哎呀，那个根本就没有。你那个呢是没看，那是随便搞。随便搞都能蒙10%哦。对呀、你看你这里师傅这个功夫是了得，我的妈呀，这哪不知道啊？这功夫是不是普通的？